这算个秘密好了，等到10次卫冕成功的时候再宣布谜底。好的，好，下个礼拜愿不愿意继续接受挑战？我们是高雄文藻外专的学生，平常我们哥俩没事就敲敲打打，扯扯喉咙，唱唱自以为很好听的歌。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是《Dust in the Wind》。Same old song, just a drop of water in the end of sea. Oh, we.To see all we are is dust in the这首歌唱得很有感情，裁判认为呢？王泽敏，我觉得主唱他把这首 Kansas 这首 Dust in the Wind 的味道完全的表达得淋漓尽致，我给他90分。谢谢王泽敏。在台风方面，洪荣宏，稳健的台风，主唱者他音质非常的特别，尤其是他的假音唱得非常的好，所以我给他89分。谢谢洪荣宏。在技巧方面，肖同学，我觉得这两位同学唱得非常的好，尤其是那位主唱者，他以那种沙哑的声音唱这首歌的味道实在是很不错，所以我给他89分。谢谢肖同学。到底文藻外三同学们的总分是多少呢？七七。好的，这两位男同学他们唱歌的时候非常富有感情啊，我们再看看他们的总分是多少。100、200、268分，分数非常的高，我们的掌声来谢谢他们两位。好，谢谢他们。接下来欢迎我们两位卫冕者，他们是来自实践家专两位女同学。那么今天他们带来的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是 Neil Diamond 所演唱的 Hello Again，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卫冕者。嗨，大家好，我是王菊玉。我是汤兆慈。汤兆慈最讨厌了啦，每次都喜欢捉弄我。谁叫你是小迷糊。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要唱的是 Hello Again。Sleep alone tonight.
专注的神情，相信观众朋友们都陶醉在他们的歌声中。裁判认为呢？王珍妮，我认为他们唱歌不但音色优美，而且他们在搭配上面真的是天衣无缝，尤其他们咬字非常的清晰，我给他们92分。谢谢王珍妮。在台风方面，洪荣宏，他们看来像一支有经过训练的美丽队伍，尤其是他们毫不紧张，把歌曲的感情表现得十全十美，我给他91分。谢谢洪荣宏。在技巧方面，肖同学，这首歌跟刚刚上一首歌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上一首音比较高，这个比较低，而这两位女同学呢，她们把低音部分处理得相当的浑圆，不会因为是比较低而唱得比较不好，所以我给她们91分。谢谢肖同学。到底我们的卫冕者他们的总分是多少呢？琪琪，好的，今天不论是来挑战的或者是卫冕的同学，他们把歌曲的这个感情都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分数是多少呢？100、200、274分，分数非常的高，我们在这儿恭喜我们的卫冕者石建霄专同学。不过我们在这儿也要谢谢高雄文藻的两位男同学，他们的歌也唱得非常的好，感情也表达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下次再回来参加。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组来挑战的是来自台中侨光商战的两位同学所带来的《屋顶晚霞》，我让你掌声欢迎他们两位。我们是侨光商专的同学，很多人都说我们长得很像，以为我们是兄妹，其实我们只是歌唱的好搭档。今天我们就唱一首《屋顶晚霞》。我
这两位同学演唱了这首歌，让人有种清纯的感觉。裁判认为呢？王珍妮，我刚才看到那一位男孩子，我还以为他是刘家昌。他们两个合作无间，我觉得他们搭配得非常的好，我给他们89分。谢谢王珍妮。在台风方面，洪荣宏，男女的搭配很有特色，非常引人注意，我给他87分。谢谢洪荣宏。最后在技巧方面，肖同学，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很棒，尤其是一男一女来唱更美。我很喜欢那女孩子那种她唱歌的调调，听起来好像很痴迷很陶醉，所以我看88分。谢谢肖同学。到底他们总分是多少呢？琪琪，好的，这两位同学的歌声非常的清纯，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分数是多少。100、200、264分，分数也相当的不错。来，我们以掌声来谢谢他们两位，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听到他们的歌声。我们恭喜我们的卫冕者实践家中的两位女同学又卫冕成功，欢迎他们。恭喜实践家中的同学们。收到很多的来信，说你们两位的歌声实在太好了，有什么话对观众朋友们说的没有？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只是支持，还有呢？要说谢谢啊。也好，谢谢大家。我一直喊。好的，所以请问你们下礼拜愿不愿意继续接受挑战？愿意。好，请接受优胜锦旗。谢谢家中的同学一个爱的鼓励。